真正是你！放手！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知影你对我嘛是啊。我再讲一遍，放手！啊，若无我就报警告你先生啊！拜托你，告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照顾你，我一定照顾你。 小翠，就算你把整个规身躯拢受伤，我嘛无可能放弃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无法度放，这世人拢无可能放弃我。这是你家己找的。 啊，小啊！你就是共犯，以后莫阁让我看到你。爱情，赶快先去拼！哎呦，哦，哎呦，你是要让惊死哦？ 什么阿伯？欸，你这少年家很不会聊天呢。叫哥哥。妈，哥哥若无多叫出嘴哦，至少莫叫阿伯啊，叫老的，叫总裁。王总裁你好。小智伟啊，我敢袂当请你啉一杯咖啡啊。你放心嘛，我毋是恁什么怪叔叔，我只是有一挂话啊，想要甲你讲。 你感觉郑燕对你好无？你特别讲。阿南，你先那个拍钱。因为伊骗我。那是你来阮永氏集团上班，你敢会？哦，我的太太嘛在永氏集团，你应该是会惊讲伊甲伊刁难，所以你嘛应该放弃这难得的好机会哦。总裁，你唔免刺激我。 用这款方式逼我去上班，最好啊！你嘛会当卖来啊！我提供你一个会当发挥你专长的头路，互你证明讲你离开顶哥、离开张家良是正确的选择。只要互你一个舞台，你就有才调，好好发挥啊！话讲倒转来，啊，若是真正郑燕利用伊的职务啊，要强迫你甲伊交往，你就较高，你搁会性骚扰。其实哦。 我安尼做嘛，应该讲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啊！啊，你这查某囡仔头壳才翘着，我同我替公司找人才啊！啊，你看，我这办法是不是真有效？人心嘛，讲的是咧丢毒，无答应你的条件，讲要到勇士上班啊！至少伊无一开始就拒绝我，而且哦，我给伊一片皮嘛，早早啊，这表示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代志已经成功一半。 好哟，嘛就是讲你的办法嘛，无一定有效嘛。哎呦，人伫咧讲哦，食紧的弄破碗，你到底的什么小刺猬啊？一寡时间就想我斟酌啊。